汪汪队立大功的莱德队长带着一个好吃的红苹果想要送给小猪佩奇，在路上却碰到了巫婆小猪，被巫婆小猪用魔法将小苹果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大苹果，正好套在了莱德的身上，莱德被苹果困住了。小猪佩奇找到了莱德，用他的魔法棒将莱德解救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紫色、深灰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青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